他不傻不笨，他会嫁给你。然后下雨天鞋子脏，我说那我帮你洗鞋子。他说这个老公，他说你现在干嘛洗鞋子？湿湿的怎么洗？鞋子湿湿的怎么洗？然后说中华队在六局上呢遭遇了乱流，天气不好，干嘛还打棒球？可是我老婆她生活比较没有办法自理，因为她从小就是两个姐姐照顾，爸爸妈妈疼爱，所以她是受很多宠爱在妖媚，所以她不会厨房，她也不会什么晾衣服，也不会生活白痴。对，然后她嫁给我之后，她对我做了我这人生一辈子最伟大的事情，就生了一个女儿，生了一个普蜜，整个焦点就在孩子身上。她生活上没有办法，所以刚刚我们讲的事情是反过来的，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知道放在哪里。他都不知道，除非是小女儿的什么尿布啦、冬天的衣服啦、夏天的衣服啦、内裤啦，他知道在哪里，其他的我都知道，所以他不能没有我。他就像那一首歌了，你老婆治愈你，如果没有你，半半半，日子怎么过？就这样，对啊。然后好，你们两个之间最大的角度叫做什么？互补，分工合作。对，就是他负责最辛苦的小孩子，我负责外务。对，因为我又很好强，我喜欢把事情全部懒得做。衣服你不要洗，我洗，因为衣服一天不会洗不会怎么样。那时候我到啊，他也不怎么分类，他不会分类，他到现在已经41岁还不会分类。那我就说我来，通通我来。《陋室铭》里面就有讲到你这种个性的人，可以调素琴，月晶晶，可以调月晶晶。没有这个就没有问题吧？调素琴、月晶晶有啊，没有吧？大男人呢都在聊那家庭琐事。对，可是我们现在女儿已经在上幼幼班了。哎，她一个礼拜上5天课，她我只要去工作拍戏，她。他可以请假4点课，他没有办法准时叫女儿起床哦，因为自己也要睡，对，他自己也要睡，他定个闹钟定4个，哎，那他不能6:50、7点、7:05、7:15、7点，然后最后再过了就是好，今天老师好了，今天女儿有点不舒服，女儿感冒，对，感冒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说哎，那今天胡蜜有没有上课？我帮他请假，对，除非我在，我就起床喽。那我就直接开大灯说起来了。军人要拖到什么时候？部队集合，那就不要去了。然后他就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就是这样，所以他没有我，而且他也不会下厨房，他就叫外卖，就是东西也不洗。他今天就来 complain 老婆的，没有他症状二啦，他很棒了，难怪前面先叫宝贝老婆。然后他天真到令人发寒，他对于我，他也很喜欢知道我的一切。这一点要讲吗？他不傻不笨，他会嫁给你。好傻，好天真。好听叫天真，对啦，对。宪哥在我婚礼的时候，他一上台，宪哥说：“哎呀，哪有新郎主持的，真是！哎，我来看看哪个笨蛋嫁给他。”哎，你哪那行？我又讲这种话，金句连发。啊，对。他一直问我说：“你今天去录，你明天要录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明天去录大热门。”哦，大热门，大热门是在华视吧？我说：“不是，大热门在三立。”他问了，他是潜意识。他也不会去记，就他可以同一个问题一天都问3、4次，他还是记不起来，对，还是记不起来，他跟无心的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哎，那个坐到淡水会经过红树林，哎，那这样的话离树林就不远了。红树林跟树林就不远了。骑摩托车骑金山南路，他说，哎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改天找时间，我们一直骑，我们去金山老街。他是在开玩笑，讲的很像话吧？他是真的啊，他鞋子脏了，然后下雨天鞋子脏，我说那我帮你洗鞋子，那第二天天气好，我帮你洗。他说这个老公，他说你现在干嘛洗鞋子？湿湿的怎么洗？鞋子湿湿的怎么洗？很可爱耶，然后看中华队棒球，看棒球，然后说中华队在六局上呢遭遇了乱流，是什么不稳，然后因此而饮恨。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天气不好，干嘛还打棒球？遭遇了乱流，我真的会笑出来。这个不是很基本的事啊？遭遇乱流，说这个老婆很加分啦，加分，你懂不懂欣赏？对了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么可爱。他跟我说：“哎，老公，我有部电影我很想看，捧什么彭于晏？”他说：“我要去看那个老陈。”我说：“老陈。”我说：“好好好好。”那我也没看，我也没去爽是哪一只。结果后来去计划城，他说就这一只围城。哦，围啊，他以为是老陈，他写的是老陈，就是你的大女儿啊。对啊，他就是。但真的，我觉得就是宪哥那一句话了。年纪大，你要多少？
我大他11岁啊，可以啦，啦，快要一轮，你看他生活多有情趣啊，真的，对呀，牛还想啃嫩草，还要再生第二道，快大一轮了，真的是哦，咱青春的霸体呢，都献给你了。听了老人言吃亏，但是我爸爸快3年前，我想要买房子，然后我爸就说不要买，你就不要冲动，现在不是买房子的时候。我隔壁是住大飞，他在2年半前就买了。那户本来我要看，他还没买的时候，他买大概1200、1200，现在可能2000多了，现在到1500了，1500，就这短短这2年多，就涨了300万，你有一个自己遮风避雨的窝嘛？户主开1000、1588，我爸说这个你是太夸张了，我爸他根本不知道台北的状况是怎么样，我爸说这个太扯了，你开1200跟他斡旋，1200个屁，根本没有人要理你，又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又漏死掉一个房子，又没有了，人家根本不想理你，后来我在最近才知道一下行情，才下手哦，终于买到一个，恭喜你，买了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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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买的很惊险呐，多少钱？买了1400-1470，1470漂亮，可去验一下，很快就知道是个海沙。哎，怎么漂亮？没有一句好话。好了，来，手机拿，我帮你录一个那个，要给谁呢？要给谁？给我爸吗？还是老婆？都可以的。其实哦，我觉得，马里奥普国根先生，其实他已经是非常努力了，特别老婆的天真。感觉你是一个很睿智、很聪明的人，在社会上你谁都比不过，在家里就管个老婆，这样都是幸福的，好吧？这也是一种依赖，但是呢，依赖也是一种美感，对。听到爸爸打呼声，妈妈有安全感，对。听到爸爸在念你的时候，你心中是不是一股暖流呢？啊，爸爸，我爱你。哦，哎，很感人哎！我送出去给他，很感人哎。其实我好谢谢我爸爸。对啊，就是我帮你办那个婚礼，然后顺子还拿 A 片来送。还有这个顺子耶，光碟 A 片竟然可以拿到1000多片。哎呦，宾客随便你拿，随便你拿。没有，可是我爸后来结完婚之后，我爸说，因为宪哥跟顺哥都上台，然后大家都上台，然后我爸说，儿子啊，你这个婚礼面子跟里子都有了。我爸超开心，有来耶，谢谢。